我替他向你道歉，过去的事一定不要放在心上了。
大家都是朋友，别说这种话。既然你说是朋友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前些日子我阿彪有些误会，可能就有人认为可以有机可乘。我听说你有几个兄弟频频过来闹事，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？这件事我也略有所闻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叫不灵，一点规矩也没有。对，要有规矩。我阿彪毕竟已经是几十年兄弟了，他要有不对的地方，要怎么教，也是我这个当大哥的事。我希望其他人不要插手。我明白佑哥的意思，这件事情我也听说过了。我之前的确有些手下和阿彪有过节，不过你放心，等我查清这件事之后，一定给佑哥你一个交代。好，你一向说话算话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。对了，十三，我听说你想拓展你的娱乐事业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过来我的地方玩？拜托你了，我不会。
总会有机会的。